海贤老和尚说，我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不认得一个字。上山剃度后，师父就教俺光念阿弥陀佛，教俺明白了，不要乱说，不能说，不要指手画脚。我现在100多岁了，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老佛爷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，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要跟他去，可老佛爷都没叫我跟他去，说我修得好，再多活2年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。出家人会讲经的给人家讲经，不会讲经的也要给大众表个好法。我什么也不会，不会讲经，不会诵经，也不会唱赞，就会念佛开荒种地。那我就表好这个法，要是不表法，我早就走了。